以后大家下雨，新店人就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。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做一张属于有我们自己名字的椅子，而且我们的名字会雷射上去哦。记得来找这张椅子，我是老爸。你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 IKEA 新店店。去做什么？我们要去立柱。立柱。我们要去参加一个 party。嗯，它即将要开幕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差不多五月的时候要开幕，那现在是四月底，我们要先去参加 IKEA 办的礼的派对。先跟大家讲哦，这间新店店开，我们超开心的，因为我们是新店人。而且以后我们去 IKEA， 只要坐捷运就会到。对，不管你从哪里来啊，只要从一张站转乘到小碧潭站。出口就是 IKEA， 超方便，一出去就到了。Let's go， 一直去旅途，一直去旅途。新店店的 party 吗？往这边走、哦。谢谢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往那边走、哦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抢一下工作，你看。瑞典女孩，超可爱。瑞典女孩，可爱耶。对啊，制服超 Q 的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换一下衣服好了啦。有可以来这边打工吗？很可爱耶。那你今天来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参加李楚的派对。那有什么好玩的？当然是你知道，身为新店人要有所贡献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说明书，哎，你看超大的说明书，我的天啊！对，而且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做一张属于有我们自己名字的椅子，而且我们的名字会雷射上去哦。哎、欸，就是以后要放在他们的餐厅啦。对，以后呢，大家来 IKEA 都可以来坐坐我们坐的椅子哦。他同时还邀请很多新店的居民，大家看一下哦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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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新店居民啊！新店居民在这，新店居民。很多新店的居民，然后一起来坐椅子，然后为这个李楚发做一点纪念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成为第一批进入 IKEA 新店店的李楚派对的贵宾哦！好开心，超开心的，超开心，超开心！欢迎来到 IKEA 参加入厝新店的活动。哎、欸，要开始了，会紧张吗？有点小紧张。我今天没有要帮你哦。我相信我跟悠悠应该组装的好，因为 IKEA 说明书是非常的简单，只有七个步骤，我想我们应该装的好。不是简单吧，是非常的大吧？非常的大，非常的清楚。好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第一个步骤就是，哎、欸，给我看一下说明书嘛。好了，终于做好了。好了，我刚做的非常的辛苦。真的吗？你真的做得很辛苦吗？就是我做的。是你做的吗？他刚刚做的非常的辛苦，我从头到尾就站着，真的吗？扶着，然后放空，从头到尾都他锁的。这椅子悠悠一个人做的。好了，接着还有一个下个步骤。对，我们要去刻名牌。现在呢，已经做好我们的椅子，那我们现在在登记。登记干嘛？我们要做一个雷射的名牌，放在那个我们刚做的吧台椅上面。然后拿到了，我们拿到了，来吧，把名牌锁上去。我觉得我的椅子做得很棒。这个椅子从来老爸都只有锁这四个。我在旁边照相哎，拜托。好了，大家以后啊来新店 IKEA 记得来找这张椅子，我是老爸。我等一下我先就是。
当第一个坐在椅子的人。对，你先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先坐。让人家来坐，就觉得这张椅子臭臭的，你知道。亲爱的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出的时候呢，都要安床。那 IKEA 有安排了，我们来坐了这个椅子，我们要做安椅的这个动作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把椅子来靠上去，应该不是我们拿进去打架，超多人。对，今天超多人。我现在在 IKEA 新店店，它这里拥有超大的餐厅哦，很漂亮。我觉得 IKEA 的餐厅都很不错，像我之前去新庄街，我也觉得那边好美哦。就是它有一个氛围，就是感觉在那充满了就是书香气息，其实很开心的。以后啊，我们只要走路10来20分就可以到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刚看到一个地方超棒，它刚有一个儿童游乐区，然后是圆形的，所以你小孩进去那个中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旁边打电脑，抬头就可以看到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等一下稍微再带一下大家去看一下这餐厅，抢先曝光餐厅给大家看，很漂亮，对，非常漂亮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去餐厅里面，等一下要吃汤圆。欸，我很喜欢 IKEA 的餐厅，欸，真的想到就很开心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很方便活动的一个餐厅。对，欸，我最喜欢吃他们的肉丸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对，肉丸是最好吃，我也非常喜欢吃肉丸，还有它的甜点。那接着就拿汤圆到位置上吃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它的餐厅。它等一下汤圆很特别哦，是瑞典的颜色。对。欸，小朋友以后会在这边玩，对不对？它有提供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，然后你可以围这样坐一圈。大人可以坐在旁边，超方便的。就是吃东西也不放过小孩的那种概念，对不对？像你这样，你可以在这边喝咖啡、打电脑、看书，小朋友一样可以在这边玩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它这边的光线真的非常的好，是落地窗。亲爱的，我觉得你忽然变美了，坐落在一个灯光很好的地方。欸，我觉得新店以后就多了一个网美圣地了，大家也要来拍照。欸，你看这自然光我有多美。对，真的整片的落地窗。你看这么多捷运了。对，捷运在那边，哇，捷运有看到捷运了。欸，这个景色真的很不错，非常的漂亮，你可以看到美丽的新店山景。对，我都已经快忘记你在我眼前，我只记得你背后的光。哦，这太多了。好啦，你现在在吃什么啦？最后一个活动了。今天我装椅子很辛苦。你哪里吃椅子啊？都用在锁的。对，都用我锁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要吃团圆的小汤圆。欸，这汤圆很特别，非常特别。它这汤圆是 IKEA 的配色，超级可爱。超级可爱的。好，我要吃咯。我要吃咯。欸，大家说说一下啦，你在对于新店有一间 IKEA 有什么感觉啊？新店有一间 IKEA，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其实离我们最近的 IKEA 其实开车也要半个小时。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在地的新店人，对，而且我们频道最早开始也是做一些新店的美食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新店的粉丝。那如果有些国外的粉丝啊来台北玩，其实也可以来 IKEA 逛逛，对，有时候也蛮不错的。IKEA 开在新店之后，以后大家下雨，新店人就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。对，你看哦，其实台北总共有两间，这是第三间。对，第一间就在敦化那边，第二间就在新庄。我们以前很爱跑新庄，可是现在真的有点小距离，啊。对，现在多了新店，像台北南区啊，或在中和、永和，或是比较偏三峡的朋友啊，其实来这边都很方便哦。以后来新店。旁边有高速公路，对，下来旁边有64，然后有国道，你住文山区啊、景美啊，来这里都非常非常的方便。欸，最后工商一下，几月几号开幕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好的 ，IKEA 呢新店店在5月16号星期四会开幕，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玩，然后来记得坐我坐的椅子哦。找得到吗？好啦，找到照相给我们啦，传到加我们的 IG 啊。那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记得追踪我跟老爸的 Instagram。我们明天见。谢谢 IKEA 这次邀请我们来做他们开幕的一些活动，谢谢，拜拜。Set my world on fire.